我们进来的都不是小官了，太强了。对，哇，他一共要参观了五个团队。啊，今天我们王学长不会的，他昨天不会的，带给我的。他今天我都不看外面啊。他没带去，你还没上来。我那北部地方比较。第四次监事会议，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我们是要在8月16号来办理第四次监事会议啊，但是那时候的一个疫情还是蛮严峻的啊，也受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指引啊的规定，所以说不能办理啊，延到今天啊。那还会议还没有开始前啊，我先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我们的女监事们啊。那首先我先介绍我们前面的部会我们的理事长赖正义理事长。那我们庄胜通庄常务监事。还有李老师来呢，就是我们的同行组下来我们的朴铁龙理事长。我们国家机关的黄宗明黄董事长，我们校长罗东军罗校长，我先就从我的右手边的那一边先开始哈，我们的两位副理事长第一位副理事长吴威是副理事长，我们林如弟林副理事长，大家好，我们周进才周李女士，大家好。还有他儿子周昭宝是我们的监事，好，那在高雄那今天会没空过来，然后就是由他来。好，再来我们的郭建贵监事，好。我们刘荣辉女士，大家好。我们许国阳女士，我们张玉章女士，我们李正煌监事，好。我们戴景全监事，那我左手边这一边哈，那我这我教主任啊，也是我们系的校友哈，45届洪继华洪主任。好，我们的林太章林常务理事，好。我们陈大正陈明宇理事，还有我们的退休联谊会。队长黄奇才黄主任，好，那各位校友好，历史九届，再来我们的简清奇简女士，还有我们的三位副总干事啊，现在在派社就是长期跟我搭档的啊，感谢启床学长启床啊，那我们的22届的我们的副总干事啊，高宇副总干事。这个比较新时代的，也是12届的啊，我们的谢尊健，好，谢谢副总干事。
陈德理事长。你万没退过，你万没在演。李金惠和黄董事长、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各位警政室，还有我们的副总干事，大家好。好。今年啊，受到疫情的影响啊，整体嘛。已经5个多月了，回想起来，日子真是过得非常快。转眼啊，会员啊也将即将结束，所以啊，疫情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很多的行政工作啊，都也是延误下来。那么今天啊，非常感谢，大家在假日啊，抽空来参加。今天的李政市人行会议，虽然啊疫情的影响啊，但是我们学校对这个疫情的掌控都是非常的好，在各方面的推动都是支持的，而且啊非常圆满的来完成。所以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李政市，我们校友啊，对我们母校全力的支持跟爱护。在这边呢、啊，我也代表我们理事会向大家、表示万分的谢意。我们啊，大家也都是非常期待这个疫情啊，能够尽快的、快快的结束啊，大家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非常平安的来度过了。在这边，我也祝福大家能够身心健康，事事如意。你感觉跌当吗？啊，你感觉跌当吗？我都没感觉。我没有去问医生，那最主要原因不知道，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位学长哦，叫陈大正，他是我们正副长啊，一样是，所以我没有感觉。这个我现在这个报告呢，即使刚刚在文教基金会开会的时候呢，我也报告过了，我这边因为这边成员不同，我想。把我的想法呢，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在最近我们群组里面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个教育部有奖励全台湾的这个很多的学校，
有关体育方面的这个奖励。那其中高中组的只有五个学校，我们国立高中呢是其中的一个啊，就体育方面的对这个杰出表现受到教育部的奖励。那我从这边联想起来，我们国立高中呢，自从这个罗校长领导这几年呢，这个在很多地方好几个地很多方面都有很杰出的表现。我们过去我们说要追求民力义工呢，其实这个是格局的是不大哦。我想以我们国立高中这样的基础啊，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各方面的，比如说体育的、音乐的、美术的、语文的、科学的，让它的这个多点开花。哦，在我们台湾呢，让它很杰出，甚至也你说在世界上呢，各个国家历史上这个也可以下定这样的志向。但是我们要有经济的表现呢，应该要有特别的做法。我想比如什么特别做法，比如说人家有学校的，这里有篮球，那这些甲级的篮球的名校，他们有后援会。哦，那么不是说在这样的各种的学校的教学各项目呢，当我们经费有不足，如果经费够了，就没不用这个担心。在经费不足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来组织类似后援会的方式来支援学校的教学。那这个后援会呢，它可以支援我们校友的力量以外，还有呢，那这个监会呢，这个监会还是管控在校友会或者是在邮教基金会。希望呢，我们监会的管理比较简单化，那么这个力量呢就可以比较大，在有监会需求的时候，这个专管理店专管利用，
需要就可以每一项工作的每一项的教学都可以让他资源端让他突飞猛进，哦，这样子社会资源我们就尽可能的来找社会资源，比如说我们左六高中的这个体育班的他们这些运动鞋是由丰泰公司的你说你这个充分的在资源，这项就是一项很好的社会资源，哦，我举个例子，哦，当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学校，那么学校也要有勇敢，你说也要有这个能够勇敢的提出的，你说认真的提出的这个构想的需求，实在是需要这样的后援会来做的时候可以提出来，当然这个先会就有校友会我们叫基金会来运作，充分来支援，让我们的潜能啊，哦，这个能够发挥出来。我这从上面我是有这样的感想，提供了我们大家来做参考，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常务监事张顺峰张常务监事的支持。因为新竹山很冷啊，上高铁的时候穿大衣，然后到湖尾就发现说，哎，怎么大家都穿短袖？结果发现说，明明是这么温暖啊！那我想，我来之前都想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不是应该是今年啊，今年学测的时候，学测的等级嘛，好像比较偏低一点啊。然后我看到这个讨论是在里面有。也叫我们带来讨论。第二点就是，我跟董干事有提到过，就是说，就是校友唯一会的事情。对。我想，可能有些男生校友，年轻人比较少，像在篮球校友群组一样，我希望说，如果能再加强一些功能，然后联谊，或者是说方式要一些建议。当然，最重要的希望说，这个学校唯一会是在。那个上面校长，加我们班的校长，就是在设计的部门，就是说我们要把大好这样子。你可以希望加上，就在体校内这部分的话，可以争取加强，就是说不只是你的话，那我想，比如说，学校的年龄比较偏大，可以不可以每个人做个三分钟的 YouTube 哈，那个放在学校的网页上面哈，那请那个客服学长能够把它整理。那个第一页也可以完成一样啊，也是这样的，我们方式可以呈现出来啊。那我觉得校友实际发展做学校是最珍贵的资产啊。那我想我们做了很多年了，总教员年轻人在接棒啊，都是我们最激烈的一件事情。那希望说，比如高中二十年前跟二十年后始终如一，所以是我们最大的训练。谢谢大家。那这姚炳荣理事长在前天也有在电话上跟我谈过，那大
这个杰出校友联谊会这个部分，目前我们在杰出校友奈何群组里头啊，大概成员呢就是六十几位。那六十几位呢，并不是所有的已经啊，我们已经有选出了17届一到17届啊杰出校友了啊。那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杰出校友也已经啊过世了啊。但是我们以目前来讲的话，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应该是要来做这个啊推动。那这一个部分呢，我是建议的啊，就是说，先从我们这个北中南的三区的这个会啊，这个先把成立起来，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杰出校友有分布在台北、台啊这北部地区、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啊。那这个部分啊，我刚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周进才周明玉女士，我也有跟她提过啊，因为她也是我们杰出校友之一啊。当然现在已经在筹组，就是两部啊，就高雄地区啊这个校友分会。那这个部分呢，也期望就是说他那边还有透过他的儿子啊，这周遭周先生啊，也是在异世界是有名的啊。那这个赶快的筹组出来，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将来这个杰出校友联谊会啊的一个组成啊，那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啊，就到时候就是啊，但是用这种北中南啊轮流啊，那这样这个做东啊，那比如说在台北啊，那台北的杰出校友啊，那就招了我们其他的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杰出校友来这样子固定啊，到哪个地方啊做一个强会联谊。那么再来谈一些如果协助校务啊的这一种什么情形。那以此类推啊，中部啊，那就在南部啊，就像我们说现在的二十二届的啊同学会，他们今年要办第21年啊，第21年啊，他们呢这个22届的同学会，他们就是用北中南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今年刚好是轮到了中部地区。那中部地区呢，就以中部地区的主办啊，他们就是说，哎，第二十一年的啊，当初第一年的这个22届同学会，他们是在斗六高中这边来成立，也就在这边办同学会的联谊。所以说，今年的这个台北市校友会的辅导理事长林淑薇理事长啊，他也就也说说，他们就决定今年的11月6号，也就是星期六。就是回到我们的母校这边啊，来办理他们第21年的这个同学会的联谊啊，那这个就由他们啊这个中部地区的啊负责的几位同学就来做这样的一个主办啊，那所以我基本上我是比较建议的，就是说呢，我们未来杰出校友联谊会啊，这个从第一届啊一直慢慢的衍生的，可能就是明年就第18届啊，那这样我们呢尽可能就是在112年。啊，刚好我们的14届的比肩式结束了，啊，比肩式结束了，15届比肩式产生的时候啊，那这个啊，那我也会顺利的来交棒给婉珍啊，那这个我就来遵循我们台北劳力理事长的做法，我来做自告奋勇的，我现在把它筹组出来，那筹组出来的话，那我们的杰出校友联谊会啊，这个就有。叫这个区域产生啊，那目前呢是做这样的规划啊，哦，那这个就是以上项目，我们现在各位。
是我们基金会的黄董事长，我们荣誉理事长，我们肯理事长啊、各位李先士，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首先我先再补充介绍一下我们协务主任潘振煌潘主任啊。非常感谢我们校会的支持，所以这几年我在校上运作真的非常的得心应手，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最近我们整个行政团队因为有校会支持，我们行政团队在运作上也非常的顺利哈。的那个厂商因为一个错误把些医生档案把它删除，受害的些很多，我们是一个受重伤的学校，我们在课程方面有85件，多人的线3件，加起来有200多件被他删掉了。但是像我们的行政团队，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教育计划主任，是不是大先生给他鼓掌一下？他马上就是化妆室礼拜五，他礼拜六就召集学生老师回来，马上就针对我们的被删掉历史档案啊，学生顾问马上就是让他再找出来，因为平时就要求学生在历史档案的话都有备份，老师那边有备份，马上就再处理了。全省那么多学校，我们是前几名，我没有去调查，自己国家自己救了，自己学生前面自己处理，我们记录是在前面几。马上把他学生的权益原来的档案全部再重传回去的一个学校，我所了解应该是排在前3名，而且我们的受伤档那么多，最快把它复原掉，最快把学生权益恢复，这个在其他学校很难做到，真的很难做到。到上礼拜还有学校还没处理好，我们是最快处理好，这个就是归功于整个行政团队，整个老师愿意为这个学校付出了。你对学校的整个行政，对整个学生的成就各方面，他真的认同的。我有面来，麻烦了，要面来啊，想办法沟通。有的学校就是这样啊。其次另外一个，就是上礼拜我去代表了受奖的体育机构学校，国内高中职公司力加起来是800多间，600多所。他这个机构体有体育班的学校，有体育不是一定要体育班的，就体育方面的成就，他是经过初选再复选，最后复选选出5个学校，委员全部是匿名的，你莽扎你管是什么样，我们学校可以这样脱颖而出，确实各位共鸣，老师真的愿意付出，学生嘛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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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得奖各方面的表现都，他是有很多指标的。去那边真的是一个代表学校的一个荣誉感，我今天体育的囡仔吼，伫高中内底，尤其是从高中，拢豁然往特殊眼光看这囡仔是要做啥，都受了这种待遇。但是这几年我们发现，我们在以前的表扬里面，其他的各方面，不管是美术班、体育班，整体行动力来，整个是上来的。连体育班的学生一毛不要，干嘛光一项歧视不会，他真的表现得非常优秀，再次的跟各位校友保证，继续我们会再一直往上冲，会再往上冲的哈，谢谢各位校会哈，在对校友的一个充分的一个支援，谢谢大家，好，谢谢。
是帮啊帮财大啊，就是我们这边的31届的帮扶慰王女士。光荣啊，31届我们的名誉理事。那我还没有做会务工作报告之前呢，我们要请我们的保安方面帮荣誉董事啊王董事长对。OK， 好，那我们黄董事长比较客气一点啊。OK， 好，那我们就做会议。8号的比肩市会议的时候来做这样的一个遴选啊，甄选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12月11号，我们如期的也是在我们第17届的学长啊陈万春学长的云科农场啊办理这个我们的岁末年关啊这个自助式的餐会以及我们的猫彩活动。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啊校会啊这个陆陆续续的都在协助我们校务发展啊这个部分。那有关于我们捐款收入的部分啊，独立的地方啊。所以说我们如期的办理我们的运动会，办理我们的校庆啊。那那理事长也就捐赠了这个总数啊是350件啊，350件那这个校庆的纪念啊。那原本我们交给理事的荣誉理事长跟黄春明董事长啊，这个他所购买的捐资的部分啊，这个都由赖理事长啊来吸收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捐款收入里头会独立的就是有我们黄春明董事长的啊捐款的部分，还有我们调解理事长的这个捐款的部分啊，那这都在第2页啊有了呈现啊。那目前我们的这个第4页啊报告的就是啊我们的有几存折。啊，在109年的时候，我们结余款是84.04007元啊。那么本年度1月1日到10月19号的捐款收入是712080元啊。那我们啊协助这个弱势学生代缴这个注册费啊，让他们有陆陆续续返还的啊，就是41569元啊。那其他的啊，这个是回存啊，因为有个垫资啊，这个都回存回来。所以说我们啊，这个今年度的收入是76,372啊，截至目前啊。那如果说是加上我们的余款啊，那就是目前邮局的存折。有解存者目前就是788950元。那补充说明就是我们家庭荣誉理事长在1997年的时候啊，他个人就是啊捐了500,000元到台银啊，那这个作为我们校友会的这个母金啊，那这我们都没有通知啊，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是337,435元啊，这个是以上。所有的这一种啊
制度呢也做了一些改变，那就是大学学测啊，那跟大学科系所采集的科目啊有很多不一样啊。那我们奖励的标准啊，过去是采考五科啊，考五科的话啊，达到满级分啊，那满级分呢就是啊，这个当时台北市呢就是他的一个规划是5万啊。那在前年的时候，为了要激励士气啊，那这然后说加码到10万，哎，真的在前年的时候，有两个学生啊不负所托，真的是考了满级分啊，所以那一年啊，就花了有2位10万的这个学生奖励金啊。那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再重新讨论的，就是有关于现在学科学测的这个分数采集标准，学科科系啊不一样啊，有些大学医学系它采的是4科多因数字，那也有啊采集的是国音数社啊，那这个那至于其他的啊这些大学顶尖科系啊，有采4科，也有采3科啊，那因此啊。在奖励金的发放标准势必就是2011年度要有所调整，因此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调整跟明白的建议，那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各位理监事理会的理监事们啊先看一下说明啊，看一下说明啊，这个说明一啊，2011年度之前的啊，那这个我们的奖励标准，啊，那奖励标准这个就是当时姚锦堂理事长在担任理事长的时候啊，他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构想跟规划啊，啊，那这一个部分呢，我们现在是要做调整的啊，做调整的，那这个调整的一个情形呢，就是啊。今天要来做讨论的就是我列出的民办啊，这个原来的标准来奖励，那现在啊要改为啊满级分是每一科1万元，那么单科就是14级分的话就是5000元，
就主要是是不是说明他现在是如果单科考试最高分就是十五几分了？对，十五几。那如果说十五几分的话，五科全部满积分的话就给十万了。如果十四级分以下的话，就不花奖金。这个十四级的话，跟原来的如果说五科、四科的话，这有什么差别？这是总干事说明一下。因为你现在我们过去呢，就是如果是五科全考啊，五科全考的话。十四级，就是那个七十四级分到七十级分，我们就是发放一万元的奖励金啊，奖励金啊。那这在七十四级分到七十级分中间啊，那当然有些考生他或许会有好几科就是满级分，他可能就是有一科是十四，不然就是。可能有两三个是十三级分，也都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我就统一只发一万啊。那这个六十五级分到七十级分以下的话，就是发放就是五千啊。那这个就有没有在看你说他这个哪一个达到几级分啊？啊，这就是加总才有到那个分级分的话，就给他五千块。那如果才考四科的，就是六十几分满级分，那就是四万元的这个奖励金啊。那如果是六十几分以下到五十五级分的，我们就是五千块的奖励金啊。那这个是原本的都构思，但是我想这个我们在奖励的方面，应该是要奖励呢。真的很让我们顶尖的啊！如果没有办法考到满级分，就不再给奖励了，就是这样子啊。这是我是这样的想法了啊。那这个，所以说，我个人比较倾向的就是，你办理这个，我是比较啊，因为要一方面考量大，我们下会的经费是否足够。啊，是的，足够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在米半二这一部分是，我们就是真的是鼓励那些真的是很认真的啊，他很专注啊，那这样子一个对于只有单科，他单科有办法考那么几分，那就不简单了啊，那。如果是他真的能力全部都考满级分，那我们就应该对他正面更好的肯定了。
满级就是加倍，现在很多九十分是那个，都是十万，是会满级的，是他这个是五级，如果是可以，希望下礼拜都会看到十万，对不对？那个周姐是这样的哦，因为四颗满级分哈，因为我们已经单颗是一万了。哦，那这个累积的四颗就是四万，这边很多人本来四颗只有三万也可以。我们本来的啊，今年的一个奖励标准，四颗满级分才发放三万。那我们现在就是以单颗计的就可以了，就四颗满级分就是四万加啊。不然的话，如果我所知悉的啦，我们云嘉地区都还是很记者们还是很奇怪报道的，五颗满级分怎么样？这如果今天是在北部或南部，没有在那个五颗满级分的，但是我们云嘉地区的记者就是很喜欢特别这个，所以说，如果当那所学校没有到五颗满级分，还是会。就他的书上的对吧？对吧？要有那关是七十五级，我又在北部，大部分都是一颗的啊为主，它都是四颗满级，就是六十级分。原来是非常重视七十五级分的，那慢慢的就变成重视六十级分的。那其实我们去年是没有七十五级分的，而且七十五级分以后会变成稀有动物啊，因为考一颗的话，市场只要四颗就好了。所以像这些。北部学校大概都是九成五的学生都是考四科为主，那我个人希望说我们重点还是放在这四科的上面啊。那么当然，同样是讲的说记者讲说那个光耀门类这些的话，我想四科我指了，我想没关系，就是加倍也没问题啊，就是十万啊。那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在办的时候，四科就是刚讲的只有三万。那我个人是偏，我们跟校长认为是比较偏低，所以我们就把它，希望就把它改成四万块这样子。那一个上这个问题就比较单纯，也不要再问说是三级分是四级分加起来，不要算了，就是你知道满七十五级有几科，你考你可能这科是满级分，其他可能，十五级分是满级分啊，你其他可能是只有十一级分，但是我还是奖励他一万块。这样问题也会单纯，因为我觉得在
差异化教学的话，对于学生是很重要。有些学生的话，五科里面不可能是面面俱到，有些数学物理特别好，他就那一科就考特别高，这是有的。那我觉得我们对这种比较特异学生的话，给他奖励，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子。那原则上我个人是支持第二案，就是60级分4万，然后一科1万，满15级分5万，最难的5科75级分，理论上应该是5万，然后就包了，这样成绩报就10万。好，谢谢罗理事长。这样子应该对这个案的话，一定要这个你办的第二项的话，大家对这个奖励的办法都有了解了。那没有其他意见？好，请到。刚刚针对周秘书所提的，我提出一点点意见。那周秘书说的非常好，我非常。非常同家长的地位，家长受教育，家长的所得，他越高，孩子栽培的可能是越好。但是，其实以社会的贡献来说，我想我们要更在乎的。他人生会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说能够在，就是说在除了原有的标准之下，我们在特别拟定出一个弱势孩子奖学金，是的，弱势孩子奖学金。另外一位就是说，我们现在等于说我们这个奖学金是不管你考上哪一个科系，尤其是现在普遍的普世价值，医科最好，考上医科是最优秀的学生。但是以学校以整体社会来说，好像每一个行业都需要有杰出的。像我本人跟上同事都是营造方面的工作，建设方面的工作，其实社会也很需要坚硬的这方面的营建人才。那我们都是针对，就说用
他是否满级，说我们用分数来拟定我们奖励的方式，是不是？然后以后也许我们可以针对说他考上某个科系是可以我们值得来奖励他的，也许也是我们以后可以考虑的方向。当然这个范围太大了，我想是有一定的难度在，我知道啊。好，谢谢。好，跟各位监事还有回应我们的比较经验的董事长啊，王董事长，其实现在学校有多处管道。第一个，教务处的注册组那边，他已经有很多民间团体，还包括我们的张董事长他们也可能光泰文教基金会啊，还有各种福伦社啊，以及好电话都有你托你帮的那个少帅基金。啊，所以说以在学校目前的啊，我们尽可能的，因为这我也要坦白话说，因为常常在盖章盖到了固定申请的就是那几位弱势学生，啊，那个弱势学生他每一学期已经给到了不少的这个奖助学金，啊，一直到三年级，啊，那么现在另外还有一个管道就是什么呢？除了光泰文教基金会有在补助在帮忙，就是说他升大学之后的有一些接受家访之外，我们也在这一个前年开始也争取到了有那基础，我们应该要非常感谢那两位夫妻档，一个是念正兴中学的，一位是念湖尾高中的，这两位夫妻他们呢在台北努力发展之后，也是科技业的老板，他们花了善心，而且他们不是说这么的狭隘的说只帮忙他自己的正兴中学或湖尾高中，他同时也把我们斗六高中纳进来。那纳进来之后，我们他说这个每一学期的寒假暑假，我们来对这些补助帮助的学生做面谈。那么四年的大学过程中，只要他们面谈都 OK， 而且有那种回馈心态的话，那么就继续补助。那么现在呢，有20几位，我们现在学校他已经开到31位的学生名额，
因为我是比较倾向就是说校内奖励的就是为学校打拼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好名声的，我们奖励这些毕业高三毕业生。那么鼓励国中班优秀的学生来到本校就读了，除了我们校教育部所争取的这个优秀入学奖学金的经费，其实学校这边也已经努力争取的很多各种管道的奖助学金的。现在我们注册组那边真的也蛮多这一个像前天我们的那个张淑荣董事长已经回过去了哈，二十二届中学董事长，他儿子陈建鼎，他就是现在做保姆十三岁的那个董事长，他也就来我们学校就颁了这个奖助学金给我们的学生。但是以说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弱势学生，除了我这边跟我们李先生报告的那个是去帮忙一些很善费用，还是也讲是助学助学出来的那助学出来那个部分也不是说那个给分钱的，他也有办法就是陆陆续续还有是这样子那讲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白眼，其实现在时下的一些年轻的父母亲，光光钱上白眼贪婪，我这个有时候我真的，他们要的更多了，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真的是弱势的毕业学生的话，就可以透过像注册组那边申请这个管道，那这个管道我们都已经就提供给这些补助的这些团体，他们每天都在帮忙都在做以上这些。好，非常感谢我们黄董事长提出这个对于弱势学生的一个奖助的办法，但是我们这次也非常详细的说明，我们维持到我们校委会就是来奖励我们在校的毕业生的升学考试这一方面所以非常谢谢我们总干事的说明他讲的这么的详细我们给大家应该都了解。以前要我后悔对这个女孩对奖助的话，我不知道，以为是说学校做出的奖励的话，不是这么的周到。主席，我补充说明一下，其实学校对各种状况的学生，很多管道在帮忙很多管道在帮忙所以我一个建议因为这个是很单纯，经费还是不易的。其实真的校会经费，我们希望用在到我上。这个案很单纯，我们就是在奖励曾经绩优所以我非常赞成，非常希望说就是用第二个方式就是数阶入一般至于那些有弱势或者其他个案的，我们学校会在专案来讨论，都持续在处理的如果说真的需要校会的话，我们会提到校会来处理，因为个案每个状况都不太一样
那个务农认识。好，谢谢。好，谢谢校长的补充说明。那我补充一下。当然，我们左立高中也包括在这个范畴里面。那我们从国小到大学都有做。那长期的我这样的工作经验，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做事学生的，我们适当可以帮助就好。如果你帮助过分，超过了，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你也许变成会有不公正。好，意思说我们帮助适当就好。如果超过了，这个变成依赖性的，那个就不好了。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呢，保持让他有一点困难的，是很有价值的。如果对这个学生的，对这个我们成长过程呢，都没有困难的。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管道。那教务处这边的各项有关于弱势学生的奖助金，我们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在注册组，我们有那个助理员，他们会先去收集，就是有申请国教署的学费补贴的名单。那这个名单拿到之后，会跟我们注册组的另外一个干事去做对比，也会给他当资料佐证。就是说，我们注册组的干事那边有各式各样来自于民间的一些比方说公益的奖助金。那这些孩子都会透过就是我们干事合理的分配。那基本上我觉得刚刚董事长讲的很好，是给孩子适当的一点点困难，其实有利于激发他求生存的意志力。那不一定要让他全部真的都很满足到就好像满过来的这样。所以基本上学校这样子的处理应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哦。我每一个孩子收到的民间奖助金不会超过两项，会采用比较均摊的方式。那教官室那边对于突发型的状况会协助申请内政部的急难救助金，所以这个部分都会做很多名单上面的控管，所以不会有人就是很多有人很少。那包括就是我们有一些比方说由文教基金或其他的经费出来的，包括要补贴午餐费或者是团餐费用等等，我们都会在名单的后面再去详列他收取了哪一些的补助。那补助如果真的比较多，考量到他已经是够多的状况下，那个名单我们就会给你删除。所以这是我们学校目前是跨处是在协助比较弱势的孩子身上我们做的一些努力，那提供给各位学长参考，谢谢。谢谢中常务监事的刚才他对这个补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分享，也非常谢谢董主任啊，也感谢我们学校对弱势学生的掌控事件的一个帮忙，谢谢。那对这个
讨论提案嘛，还没有其他意见。那没有的话，我们就鼓掌通过了。第一，我们的拟定的办法第二项来通过，我们鼓掌通过。好，那个临时动议，临时动议，好，请发言。哎，刚才听了这么多，讲述决定啊，办的最好的第一线就是对弱势团体的照顾，我们合作也办得很好，所以我们刚听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大安慰跟鼓励。这个我要谈的，五月十日疫情爆发以后，有几点，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因此呢，他们呢，我都不出去保护自己，别人的都不要保护，尤其双北、新北的都不要保护，我就保护自己，连亲戚、亲朋好友。自己的姐妹我都不要玩，因为到最后呢，变成孤立自己，还是痛。那我们得了疫情，从五月份爆发以来，五月二十六号有一例，五月二十九号一例，六一到现在，快一百五十天了，我们都连续都在。所以我们在八月份，八月十号，我们就开始办年底了。我办了十五天的澳洲年底转换，郑州。十五天到二十四天，十天也要办，上个礼拜呢，就这样不可能就办，这种东西校友会大会，那是不容易的。现在才这样办大会，就是这个东西。那现在我说大会人气很好，在事业会疫情没有爆发，老弟要说或者办展成功，大家是看到的，出席人超过一百位，从七十天开始就要看到一百位，我们今年的。其实都看到一百多位也不容易。周先生疫情已经怎样了？他讲，听说二十七届届届的要办他们将近一百五十到两百人同届，这是这个是可能是这个斗中办这个校友会同学来到给他们的机会，我们希望他们办成功。那我们今天呢，看到这边出席都一排了，都前五岁。以下真的还在办这场的，这是斗中下的希望。以前我看到二十五届到三十届很少，三十到四十届很少，要看一届到十四届的，简直是零。那斗中下的主力，从七八年开始都十五届到二十届，现在这边出席十五届到二十届还不少，但十五届到二十届没有白跑，好像很少。那我们十五届到二十届在三年里面呢？慢慢没办法，走出了鬼让下到滚乱流里面。所以今天看到这样，然后躲这种这种校友会，会在做这么三十。那很多校友会呢，今年成立统统都有，年年无声无息。所以现在我们躲到校友会，等到我们十五到岁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时候呢，看到可以点上，那他就应该是一人了。十五岁到二十岁，在。民国一百零五年，他首届办了毕业五十多人，办完之后十六岁、八十九年龄办，比如说十五届到十九届，对我们办了毕业五十多年的人，第六年二十届的会长陈了解，他们二十届也希望他，他从去年就规划，今年八月呢要通通的人到平湖，开到李老师办，没想到。疫情，但疫情现在已经减完了，我们希望二十届的，今年是二十届五十多人，要保护，很多人在等待，我们陈了解，他们还在他的位置，他的努力，啊，加油！哎，每个办，今年不要忘记，今年你办的话呢，就把斗中再连续十五届到二十届，这个历史还能下去。现在有办六届年礼的，就斗中也这么办了。我从民国七十八年开始。在蔡清文理事长他的志向办到现在都没转变。好，我们希望二十届的青年呐，疫情影响嘛，希望能办下去。好，最后，我们现在在这边不要忘掉十二月十一号迎科农场，去年是第十七年的戏剧，这是十八年。我们这边的就注意，希望迎科农场不仅能看到大家，还能看到各界的都一点。我们四届的最少都十个以上，现在就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医院，很多人都在吊号，所以全部都在上面。
大同已经达到历史的，今年技术上光是这个 A 四四零上面不同。非常感谢，记得啊，12月11号，我们银科农场啊办活动，大家能够多种啊，赶集啊，现在到店为效果啊，弄来好像。好，那还有没有其他意见？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散会。好，谢谢各位，请我们各位先。
小委会。再来。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那个报纸上的哈。大正站不站？站站。李长站站站。大正不怕站的哈，你在里坐耶。正茂别墅。然后他了，你还没上过定位器真的哈，只要我给他。
来公会顾委啦，哎，哦，这个我们林松茂学长呢，这个从台北哈，现在已经到新北啊，新店了哈，不念到新店，新店更爱高腰是吧？他要有心要投入在我们校友会啊，所以说也自愿。第十五届民国112年四月的改选的时候，要来参与我们的华电市议会啊，那我们就让我们的第十五届的林松茂学长来主持吧。高中的材料是有看到过的，我以前来，有你哦，咱那个老娘有机会来，过两天吧。哎，高中的材，我找你找老娘，你发给我好了。我后面两个站起来，我来大多些，我来做几单，单够啊，是吧？哎，我是叫人去办啊，不打那种单。我那当懂不懂的啦，那当当假的啊，啊，我故意假呀，还没晒。以前懂的人多了，啊，我也是棒，哎呀哦，哎，长得好一点哦，哎呦，我那个学长呀，你们学弟哦，多多支持，多多教我，下去方便打，哦，谢谢谢谢。公司的，那进来我高校友会第二年的第二届。就是我的老师是周明焕周老师，那我原本是辅以云林县政府民政处，那我刚好就是最近调职到云林县市同乡所所任职，那未来有机会还请大家多指教，谢谢。也是加入第二年，然后又也是刚好有就是在一起讲到跟小时候认识啊，所以说刚好有这机会可以进来跟大家一起共。可以讨论一下，我可以给点说，我们看到有什么不一样的状况。如果说疫苗相关，就是哪一天或是要混打或什么，我们自己在我们公司的疫苗也是年底会有新的疫苗进来。然后也大家讨论一下口服药啊什么的，我们这些治疗如果有兴趣，都欢迎讨论。谢谢。
对学校的支持，学校因为大家的支持跟奉献，所以学校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好的资源。然后我们在斗六这边跟都市的孩子比起来，其实相对上资源还是比较缺乏的，但是我相信因为大家对学校的付出然后跟支持，我们的孩子以后一定会更好。推荐出来我打算就是过来比划过来好好玩，但是我的构想就是未来不到北部就由北部来筹划这个体育会活动，那第二年轮到了东部就由东部来筹划来啊，也就是要有这样的联系啊。那第三年就高层一直这样的循环啊。那这个新闻不是说跟现在的一件事要点头加入吧，因为斗六高中是要永续发展的，而不是逃短线。那很多的校方发展啊，绝对是光靠一两个校友热心捐款，而是要有很多的杰出校友，如果有心有余力，应该共同来共享盛举啊。这也是我们的姚远龙理事长，他从民国91年到93年接李明忠理事长的干事，到现在，那我很清楚，我们的姚远龙理事长，他是非常有心，要把斗六高中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教育能力。好，那也希望就是说，他输了输不了，他以多少年接触校友会。他们来做联名，我们斗六高中为什么不行？我那天我跟校长讲，斗六高中毕业的学生啊，一学期也是很多啊，他比这边大很多，另外接触校友也还印度啊，等于投入在这个家中的这样的一个贡献。我数一数我们斗六地区的斗六高中毕业的医师。还蛮多的啊，我也都是给校长说过啊。那当然，咱理工也是校友来，现在来来这个科研，只要说被推荐了，那我们将来就能够成立这样的联谊会啊。那固定的联系，那能够协助校务啊，就是来校务啊。
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我家里的兄弟姐妹全部是那两个高中，全部加起来总共有28年。啊，我的大哥、我的二哥、我的姐姐、我的妹妹都是那个高中啊。啊，所以被人当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种责任感啊。所以从零一的校长大概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回那个高中，然后就尽量的帮助。最重要，我花最多心血的就是在这种师资班、自由班上面啊。那我想，我自己本身在新竹科学区，但是它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啊，所以才有心的余力能够帮助到高中。那我在北部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跟北部的学校能够平起平坐，让我们国立高中的学生大部分到台语区念书的时候不会觉得矮人一截啊。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同学里面都是八大名校和十大名校，然后我们就有介绍说国立高中没有听过，大部分都没有听过，然后大部分都不知道国立在哪里，云林在哪里，大部分到家也阿里山，不知道有云林啊。所以我觉得说参加了20年的那个国立高中啊，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是非常有责任感的。那我想，庄董事长是我最敬业的啊，我想他帮我们实验区的100张的那个丰泰的股票，然后支持了55张的丰泰的股票，一次之间大概5年的时间啊，2000万变成3000万了，所以实在是非常了不起了。那我是觉得我是希望我们大家共襄盛举啊，然后有认同感，这样就可以了，慢慢的来啊，然后积沙成塔啊，老师要有那种、个、老师要有那种带学生的那个责任感啊，那一定要把学生带最好啊。其实我在留在高中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我是算是自由班的，但是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是体育系的，因为我长得实在太，我身材太好了，我是那个东吴大学橄榄球代表队的队长，所以对体育代表队是非常非常的支持，我说我们留在高中最大特色就是不只会练习，我只会运动，田径队、羽球队，这都是在国立高中都是非常传统的。国立没有什么输给台北的条件，也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说我们要顶着城市的传统矮一点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我们下一代的话，能够在很好的环境里面慢慢成长，然后你看你看云林都到台北的话，一定还是一样有非常的有自信啊，都是最近20年来参加这个校会最大的感想，还有最大的一个心得。感谢大家，感谢今天的校长的支持啊！从今天的校长到现在，我们高中迎接历任好多位的校长，但是。我想我们要把这个不管校长是谁，文化校会还有校友是不会换的，永远是普通的然后永远都是一家人我想我想谢谢，尤其是看到很多年轻的
那个六点到点嘛，也是一样，他六点跟思考说，他会做完的，做完就拍下了哦，我就拍个，拍个修啥的啊，不，他继续啊，入境修理，上当荣誉市长。啊，哎，市长啊，也在我们会议理事长啊，那所以说，在了解荣誉理事长啊，他在没用心之下，阿宝都当不到的，所以讲，以前我们都当到，当到还有当干部，现在啊，现在他负责各下面的一个联系啊，那这个真的对，但是因为有了解荣誉理事长这样的一个。背后代表不许啊！我尽量再继续努力下去啊！所以说，也希望啊，我们这个叫晚一辈的这些学弟妹们啊，真的要以老大为荣啊，多付出。豆芽，伊讲桃园，伊报伫边啊！啊，你莫讲桃园啦，你讲桃园惊死！你讲北部就好。我其实最近啊，从北部这个延伸哦，真正看都像些小孩子在北部的时候，都你报桃园，你从那里报到上山礼拜才回。他说有要回，我说好，那你不要回。哼，你请问这种报回来，有刚好到台北才两趟。上礼拜去一次，后来大概一个多月才去一次，想一想就比较幸好。去年有一次在台北车站，好像有部队的兵到台北车站，后来有疫情感染。第二天早上我到台北车站去，后来在那里当。一上去的时候，哎，这地方乖的，这地方乖的。你没有想象到台北的捷运跟台北的车站，我快很多。你没有看到人的时候啊，你心里会有点恐慌。哎，那还没好，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哪天你两个关，都站没有人。所以啊，这个都江州学长报案卖土。那想结婚嘛，要有人小朋友。嘛嘿，我那细汉的时候，我爸爸也都帮我们做证，来拜托嘛。所以啊，刚好有事情啊，要我刚好我那大爷帮我要叫爷爷，他我都没听。哦，所以做事情啊，也是非常方便的、啊。所以我们有人高中嘛。我们校友会啊，对我们学校是全力的支持，所以啊，那我们学校校长主任啊，大家对学校都是全心全力的在努力啊，在教学教导学生啊，所以我们国立高中啊，可以说是连连啊，日日啊，蒸蒸日上。在此啊，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校友。刚才我们也谈到说12月11号、我们平和农场的活动啊，大家都收听了，把那个学长
收听来参加，靠民众会啦，较亲啦，我请啦，比较会欢迎啦。我就平平报告，早上好像差不多7点多吧，不到点啊，我要先走。他有点讲吗？啊，在聊天啦，我如果跟你到多少人去看，看他一个人。所以讲话来，讲啊，我嘛挂了朋友，我挂了挂了。并不知道他唱。讲我唱到这个东西。我如果你固定是讲影视，他在讲十八禁，刚才我先跟他说跟李宝辉哈，一喊一喊。红姐不这样，我们是19岁的。哦，以前的，他在做那个什么汽车大卡车的零件，那个代理商。阿哥，你好，阿哥。我讲不来，至少会碰到一辆。他是昨天上回来转的阿哥，我怎么记得他那样？这个是口粮，不是包的。我大舅我笑了，哎，你讲可能电话我听到按时讲按落去，然后啦，他叫陈培生啦，所以我现在哦，阿姨有空就回来参与嘛，哦，替你们运营嘛是很累的嘛，对不对？大家走一走啊，我看你老人痴呆症，有那些有朋友大家可以聊天啊，所以啊，在这边啊。大家来收听吧，那个谁啊，我们的谁地面的，来收听来参加那个校友会，没有来参加来关心我们学校整个校务的发展，在这边啊，我们祝福我们所有学长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我们应该好像是
董事跟李监事都是来第十二届要做改选的啊。那年轻一代的李监事，年轻世代的董事要持续的支持帮忙啊。那我们的啊，不要我们的资深的学长姐啊，监事也要继续的来支援帮忙啊，而且协助再找更多的校友来参与，好像大胜学长啊，他就帮忙帮忙。金兰花同学怎么改？林松茂同学啊，现在没老婆啊，你呢？要时间，所以啊，你来成都这里就非常好改，给你当啊，所以反正帮你打好一个。那个十五届的林松茂学长，他有他就不要缺了这两位了。那个周俊才学长跟陈大同学，这当中哎，三几届？三一届一年到三九届。好。